杨璇，哎，五哥，你起这么早啊？来，你胳膊还没好呢，放着我们来。我醒得早，就来搬搬货。我四毛，哎，来，让他们来，让我们来。哎，别别别，我还真有事让你帮一下。那个，我带两个大哥去街上去，你帮我在这看一下。你要干嘛呀？哦，我们这儿不是都没开张的吗？乱七八糟的，我准备上外面去支个摊去，让外面人知道我们重新开张了。你来真的呀？你们放下你们所有事来这儿帮我，我不能整天垂头丧气的，对不起你们，更对不起雷大哥。行，你这话说的够爷们儿，那咱们今天陪他大干一下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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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来，我看着。电器市场重新开张，优惠酬宾，所有商品半价。电器市场重新开张，优惠酬宾，所有商品大减价。哎，哥哥，电器市场重新开张，优惠酬宾，所有商品都减价。电器市场重新开张，所有商品减价，优惠酬宾了。小杨，啊，你这卖的是电线电缆，又不是卖菜，这么吆喝有用吗？喊不来人，聚点人气呗。哎，你在这帮我看着，我去套套近乎去。电器市场重新开张，大哥大哥，卖点电线，啊？不是，大哥，要电线吗？电线所有型号都有，全部减价，半价。大哥再来啊！电器市场重新开张，所有商品大减价，电器市场优惠酬宾，所有商品减价。优惠酬宾，所有产品大减价。四毛，来，几窝的菜来了。你看你，又整这些。你说我们来了这些天，又吃又喝的，搞得我们脸上快挂不住了。